道督第一道军令系，换咗呢个税案，立即打造一座铜案立于此地。遵命。人嚟，在台初系。本都督帝道军令系，休兵两日，将营中所有酒肉都搬出嚟，等众将士饱餐两日，大醉一场。遵命。大都督，咁如果众将士饮醉咗，一旦有境，何以应敌啊？无妨，将我嘅帅旗插遍山岗，蜀军闻风后，就算唔丧胆，亦要后退30里啊！遵命。本都督第三道军令系，将前一排有功将士嘅名册报上嚟，凡系斩杀过两个蜀军嘅，戒姓一级，赏钱500；杀四个蜀军嘅，姓两级，赏钱1000。依次类推，直至各位将军。遵命。我仲未讲完。凡系冇斩杀过蜀军嘅人，无论佢系将、系威、系士、系卒，立即斩首。